上集的海钓视频啊，我是收获了一条特征鱼，还有两条金枪鱼，最大的那条金枪啊有20多斤重。至于接下来的视频呢，也是非常高能，所以也请大家跟着镜头一起进入我的频道。现在继续脱钓，我太喜欢了，又简单又轻松，还能上大鱼。又来了，稳住稳住稳住，现在咋整啊，咋整啊，别玩了别玩了，哎呀小心小心，好、oh, OK OK 的，十斤十斤 5 kilo 5 kilo 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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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激动啊，来了哦，兔呢兔呢，我看到了，又是兔呢，我也看到了，哇这边来了哈，啊！小心小心，站稳！我直接拉上来没事，直接可以拉上来这一条。小心手，小心手，啊！哎呦，这条更小，这条更小，但也可以啊，估计8-9斤，7-8斤这样。哎呦，小心！啊！啊，开心，好多。啊 ，no tuna， 哦，这不是金枪，这个应该是炸弹鱼。今天中午先吃个蛋吧，将就一下。对啊，可以啊。钓鱼人的快乐，只要有鱼钓就开心。嗯，再上两条就回家了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手感是多大的？啊。哇，也很大，也很大，哇，也不小，我也是呢，嗯，鱼也快没力气了，鱼也快没力气了，哇，哇，哇 ，OK fish， come on， 看到了，还没注意，啊，不是很大。哎呀哎呀，狼骑声，狼骑声，好了，哎呦啊，这个也很大，哎、这个也很大，哦，可以，这鱼狼骑声，狼骑声，这鱼好吃，哎，我吃过这个鱼吗？没吃过，我也没吃过，那我要没力气，没有力气，这次真没力气，真没力气，哎呀，还好船长会帮我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喜欢钓鱼的朋友啊，一定要来这里，太多鱼了，我都休息了好久才开始钓，没力气，只要你体力好可以一直上鱼，哇，我是没办法，这个可能刚开始学会钓鱼，这两边酸得很，肚子顶了也酸，哎呀，这个辛苦并快乐着。 Later， 太激动了，怎么这么快上鱼啊，估计还是刚才那个鱼，哦，一更大，更大 ，slowly slowly， OK OK slowly， 好，慢一点，哎呀，还不要上，这边，哇，太沉了，啊。OK， 哇，这条比第一条还大，哇，难一点啊！啊啊！哇！哇！啊！死喽！耶，慢一点。基地，啊！还没看到，我都已经没力气了，大哥。哦，我的老腰受不了了，兄弟。
上来吧，你已经到这个份上了。啊！哦，我一定要把你拉上来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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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喽！哇！哇，也是这么大的！哇！哎，你走开了！哦，好，走开！啊 ，OK。哇，这越没力气了，你看。我已经没有力气了，太棒了！看起来没第一条大，怎么力气那么大？哎呀，还是我这个饵靠谱啊！我不想钓了，刚刚船长还让我钓，太累了，回家吧。钓了好多，十二金枪鱼，哇，真大！这是最大的哈，这个是蓝鳍参，我应该没讲错这个。哇，还有这个褐蒸鱼，新手试钓第一天就钓了这么多鱼，真的还是带点光环的哈。到家了，到家了，我们到家了，太开心了，钓了这么多鱼。我就拿这条蓝鳍参，还有这条金枪，然后这四条给他们，我吃不掉。哎呀 ，Thank you, thank you, see you next time. Big fish. 哇，太幸福了，全村的人都看着我驮一条大鱼回去。这是满载而归。对，好沉啊。太好玩了，这个 big fish, yeah, hell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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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g fish today, tuna, yeah, 快点快点把门打开。哦，好好好，太累了，马上就打。这个金枪鱼啊，我也是头一次钓，然后也是头一次杀，不知道怎么处理。这个蓝鳍参就还好，反正不大。这个鱼鳍是蓝色的，这条金枪呢，它的鳍啊是黑色的，不是黄鳍，也不是蓝鳍。这个眼珠子也非常大，看这肚子的肉啊，油脂就非常丰富。蓝鳍参已经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杀金枪鱼，应该是往这边，这里下去一刀，把这一块去掉。哦，有叶子肉。哇，我看到五花了。这一块是什么？老大块了，能吃吗？评论区帮忙科普一下。我先换好来，能吃我就吃。肚子破开老大了，是这样的。这肉真漂亮，卸下来。你看这个油亮的皮。对。哎呦，可以有的，哎呦。哇，这个肉，鲜红鲜红的，跟牛肉一样。这是鱼头。这个就不知道了哈，鱼肝还是什么不知道。鱼骨看到没，我也剃得非常像样。这鱼腹部的，剩下的是鱼身上的肉。哇，真多啊。鱼想怎么做你？刺身和香煎。可以啊，那我们就一个刺身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干煎。开放开放，这是我来印度尼西亚最开心的一天，我的肚子也非常饿了，开吃吧。吃这一块，哇，这一块估计二两三两啊。你是好吃到不想说话吗？嗯，我今天就早餐吃了一下，然后中午吃了一个鸡蛋，吃了一根香蕉，就一直没有吃了。所以吃到这金枪鱼的肉啊，太好吃了。但是这个金枪鱼的肉怎么讲呢，就是它会有点涩口，因为比较大只。现在我们吃一下这个刺身，味道怎么样？吃这一块，哎呦，这个肉有点鲜红鲜红的，蘸一下酱油。
非常肥，我再吃一块，太好吃了这个。嗯，棒棒棒棒棒，这个刺身果然是极品。OK， 今天也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累了，所以呢，视频就拍到这。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给个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，谢谢。